他是减完一百之后是1049，所以这样子算是就打九折的概念了。啊，我之前算是一颗60块，你自己算算看，60块，哎，那还是蛮贵的，所以它整体都涨价了。10颗，1颗90几。对啊，我之前算是一颗60块，啊，现在变900块，涨价了，涨那么多，一颗变90几块。对啊，他也跟我说特价，整个都涨价了，全部都涨价了，物价都上升了啊。太伤心了，现在哪有便宜货？没有，这个原本就很贵，现在又更贵，一颗要100块，就是会有。